度會唔會阻住啦？冇所謂啦，有啲前景有型啲嘅。唔知泊架警車喺度，拒載嘅情況會唔會少啲咧？你不如直接車我過海啊，因為我其實是要搭過嚟過海，咁我過海之後有個朋友可以幫我俾錢。我冇得撳機啊，我直頭冇帶成個銀包，中環。洪水咯，好塞車啊！行西水。我唔知啊，你邊條路會快啲啊？西水得，我西水好貴喎。你行西水啦，咁冇計嘅。行啦，而家去啦，我趕時間，因為唔該你。教啲僆仔出街一定要第三樣嘢，出街三寶：銀包、手機、鎖匙。我係袋曬今朝，跟住換條褲。臨出門口先諗住啊，呢條褲好啲。喺香港你打燈反而吸唔到線。見你想轉入嚟又即刻懟翻上前先。啲的士係覺得快咗一個車位會快好多咁樣。係咯，我都唔明白。唔該。Thank you。等我影低呢個冇帶銀包嘅代價先。唔該曬 ，thank you， 拜拜，拜拜。咁我叫阿 Debbie 啦 ，Debbie 喺中環翻工啊嘛，我叫佢攞錢嚟救我啦。多謝。仲有二十分鐘，咁我食飯啦，二十分鐘夠啦。好啊好啊，我落去食個飯，我留低呢個袋喺度。著件衫啊。今日真係心神恍惚。可唔可以同你影張相？啊？可唔可以同你影張相？好啊好啊。Thank you， 多謝曬。佢眼眼嗰個出味，可以出去接他。我由加拿大一回流翻香港嗰陣時，已經開始揾佢剪片咗五年。咁佢啲電話啊、contact 啊，其實喺我咁多年嚟每一條片嘅 description box 上面，我都有提及。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到啦？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揾嘅話咧，你知喺邊度揾啦？有搞 fire。舒服曬。正話又遇到一啲好厚面皮嘅人啦，明明我企咗喺度好耐噶啦嘛，佢就行前你少少之後截的，遲來先上岸嘅道理就係咁。你唔需要擔心我又冇錢俾，我已經同阿 Debbie 咧借多咗少少啦，一次過。可以咁嘅咩 ？Hello， Stacy 喺咪度？喺度等我先啦。好啊，唔該。哇，呢度係放映院嚟喎。係真人戲院嚟。呢啲係 3D 眼鏡啦。M 絲片。有冇睇過有 M 嘅電影？45隻喇叭呢度。42隻。哇，好爽喎呢度睇。熒幕後邊係成排嘅都係。你的意思即係如果落雨嘅話，真係會喺上面呢一啲喇叭播出嚟。好犀利啊！呢個放映院。佢覺得幾大咧？需要大聲。正常咯。你哋話。我今日嚟咧就係專登嚟睇《末女神探》嘅首映啦，我自己嘅私人首映啦。哎呀，阿嫂，你唔好怪啦，四路女唔知世界，你當我唔著啦，我俾翻錢你，你呢個骨腳啦，幾多錢？7块钱1罐好吗？我算你本大豪没？42块啦，你得找钱啦。呢罐系1994年巴西特别版。系咯，1994年你都识讲啦，1994即系过期，一般人就抌咗落去个垃圾桶噶啦。你想讲乜？好核突啊！追都攞嚟生炒，我唔食啊！阿小姐啊，街市咧冇咁多张卖噶。姐姐雞
聽清楚。你胡搞怪佢啦，佢對豬豬咁敏感，都係因為我啫。阿陳生，我個角色其實我都唔識點形容我個角色。拍呢一場戲 on set 嘅時候咧，嚟到嘅時候，導演就同我講，我要用一個大陸口音嘅廣東話做曬全場戲嘅。咁我自己啱啱先接到呢個要求，其實我嚟唔切去練，究竟去揣摩點樣樣去用咁樣嘅語言講嘢嘅。於是要夾硬嚟啦，都做咗啦。但係阿迪咧，即係我個對手咧，佢係好流利嘅。呢個曹公子同王之亨弟，係啲朋友。呢個就係阿迪啊。咁同埋唔使講啦，王菀之又係超級好戲。好，翻到去 studio 先同大家再傾。而家10:02夜晚，啱啱先至剪起今晚條 vlog。今晚條片有人留言話，有人對於我嘅 time management 非常之有興趣。你點會對我 time management 有興趣啊？明仔式的 time management 就是事前不會理那麼多的，有些什麼 job 可能接了先，然後就殺到身為哪樣緊要做做哪樣先。末女神探這套戲就9月3日上畫，接下來這個星期五就是首映禮了，而剛好我是多了兩張票出來，我是可以請你看的，這禮物我是只預備了一份的，電影公司還送了三個攬枕給我送出去給你們的，就一個是 Shiga， 一個是 Heidi， 一個是 NJ 各一。事先聲明，戲飛方面如果你真的有興趣有時間你才好參加，不要白坐，因為我只有兩張。贏這些禮物的方法很簡單而已，like share comment 就梗噶啦，咁 comment 就不限啦，总之你喺个 comment 尾嗰度话翻俾我听，你究竟想赢边一份奖，边一个 like 数最多嘅，我就送俾佢啦。星期三晚截止，星期四我就会公布噶啦。